什么是顶级萌新？这是我女朋友担保耶，是个妥妥的我的世界萌新。再看一下她造的房子，就连我做的猪圈都比她家房子要好看。然而就是这样的萌新，她居然说要送一套房子给我，还说我们以后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。兄弟们呐、啊，我现在非常的好奇呀、啊，举行婚礼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操！我去呀，这个地方你确定能举行婚礼吗？况且这个老齐是什么鬼？看见这个老齐，我露出表情包第三个表情给我发出看一看吧。进来之后啊，我彻底哑巴呆住了。不是说女孩子都比较有美感的吗？这都是啥呀？哎，这个地方让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好，找。我去！这是你做的？